喜剧人的派谁？待会我去了啊，你去。死了都要爱啊！可以，好不好？行吗？奥弟是展现气数的时候了。哼，你的气数快没了，你的气数已经尽了，不会丢你们的脸。来来来，啊，带这首特别适合祝福的《死了都要爱》。啊，信是吧？对，死了。不林林，君子不同快，宇宙毁灭，心还在。他会把自己累死吗？每天，哎呦，真聪明哎！一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。好了，不行，搞错了，再来。不理会。别人是看好或看猫叫，一起喵喵。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不行。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。他进去了，他进去那个世界了。你那么美，哎，你那么美，你那么，你那么美，你那么美。我们队有没有挑战的？老朱，老朱准备好。哦。那个腾空起，箭头落着在这狼身上，厉害。陆续寻找这个灵芝草。就我们背一些东西是不用想的，就是脑子里的记忆，就直接背就会出来。小小灰呀鹰，速去报，就说老爷放了鼓啊，叫起西涧。盈盈满座，替替他头儿托腮，叫声红娘，你快过来，你姑娘有见。哎，唱戏曲啊，真的有力。这个不明的事，唐宋相隔，有这儿百载，何人编出这部戏相来？红娘闻听。抿着嘴儿的笑，姑娘明白这个，我明白。成功了吗？还坚持了一分钟吗？挑战成功！他们在戴耳机干扰情况下，还是能把这个柳活，这么完美的呈现，我觉得真的是基本功扎实，输得心服口服。唱太好了。我可喜欢听那个就是这种柳活了，能不能有机会学点柳活，就这种感觉。完了，咱们选择自己的搭档。完了，老朱第一个来，那我就有一个优先选择的权利了。是，好，同学们，咱们这个组合已经搭配成功，下午大家自己抓紧时间去排练，晚上比赛了。今天晚上就比赛啊？加油！啊，今天晚上？对呀，疯了！你们今天晚上上台，疯了！今天晚上就得演，才知道吧？可怕不可怕？